距离也没3分钟，看这卖啥都有，这都热闹。哎，这太好了，这来溜达玩真高兴，都是咱东北人，什么东西啊？管这叫刘小偷。就是热闹，真有那过年的样子。溜达，找那羊角豆给我卖的，是吧？那咱那白带子。卖萝卜的，一早上就是热闹，哈尔滨的东北酱骨。20%的人，东北人了吧？东北人地，东南都能生产，看这木瓜，便宜。这多少钱一斤？这2块钱一个。2块钱一个，你这么大东西，2块钱一个。什么什么？打麻将，干什么都有，就是热闹。看这热闹的，打麻将卖东西，中医。这卖多便宜，这2块钱一个，你看。我买了4个。这个是5块钱一斤，还有修自行车的磨刀的，这多少年都没看着了。哎，这真是太少见了，这市民生活都这样。你看这磨刀的，多少年20年没看着啊？看这老大哥，磨一把刀多少钱呢？第一次在我这磨刀过，我说是5块钱。啊，第二次以后永远都是4块。咱东北大哥一听说话东北。为什么5块？4块。开劲磁3把功夫都下去，一刀的啊！第二次以后来了，不超过2分钟就完活了。一来是不是那个什么这个叫煤气？不是煤气，另外那个宋朝那两个皇帝时候在。对，浑天二帝，各顶关天的地方。好，大哥。过来啊！好，保重身体啊！住在哪里啊？我旅游哪都玩，我在国外住。国外什么地方？加拿大。好，大哥，保重身体啊！谢谢。多好，多少年没看着咱东北老乡唠唠嗑，在修自行车的，热闹，市井生活就这样，特别舒服。红河苑逛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从小成这苦日子过来过的人呐，到这院子里溜，玩一溜。理发才8块钱，我在三亚讲光头20，我讲光头20块钱，啊，这三亚，你看这块多便宜，这10个老百姓待的地方。 哎，真好，说话都是东北人的调啊！看理发6块钱，有没有细铁丝儿长点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老百姓的生活，这是多好。一样的，这都是熟的，打开就可以吃的。红肠批发了，这多简单，30吧，这个13.9。看这市场，这个热闹，再回到我们东北老家一样。老百姓的正常生活，哈尔滨栾杰烤鱼啊，老年公寓。 这屋里全是打麻将的，拎包入住啊！看这哈尔滨在这都可以了，看病什么都用哈尔滨当地的医保看。哈尔滨是铁路医保都可以用。老年人居多了，这卖渔具的，卖楼的这，这楼卖的还不贵。看房车，生鲜超市，这大超市这是。看卖房，这是房价。大伙不要来看房子吗？看房子看看这房价就行了。这是这块的房价。 这比三亚便宜多了，这块。你看这30万，2口人住足够用了。这房子有没有罐儿的咖啡？都没有罐儿的咖啡。这都是哈尔滨的东西，看，丘陵里到狗麻子，看红肠卖红肠吃。红肠在里头，往里走吧。多好，什么都有啊。是丘陵的吗？这？对。100%是啊。 这多好，这东西！黑龙江的东西好吃啊！这啥都有，你看这。还有辣白菜，你看延边的。黑龙江啥地方呢？自己这。太厉害，生意做多好。用买的啥？我这不剪视频吗？这些视频不剪咋整？那今儿就不拍了。 你这不耐烦，我就不拍了，就趁我不注意溜达去了。你瞅这东西，又买啥呀？买啥？这一到这吃的，这都买点。那吃不了，就嚷着都没出去吃，要出去吃点，豆腐脑啥多好。这是瓜，5块钱一斤。你看多大一个？买吧，太逗，嘎咚就费劲。你说这瓜多少钱一个？这瓜，这多少钱一个？这玩意儿买俩了，你们又买了？你买2块多钱，这买这些才花多少钱？2块钱一个。 你看，这还有吗？半个月你，我告诉你，往哪块往北走都便宜，你到东方那边都是。这
这是黑龙江的柿子，黑龙江人搁这卖的。这黄豆一小，咱一小种过的柿子，看。我是刚剪完视频，你这可真是两手一把菜刀，这是摔住掌柜的啥不管，回来躺下洗完澡呼呼睡大觉。我剪视频，一宿我睡几个小时，那是我累我也高兴，我愿意干的事儿，就趁我早上不走了，我没有功夫走啊。买眼镜。我到现在牙还没刷呢。行了，你自个儿整吧。搁没搁裤兜？嗯。买眼镜丢了。对，买瓜便宜，完把眼镜丢了。眼镜丢了。这眼镜可真丢了。这哈的东西，哪全哈的东西？这赶明回哈尔滨就啥都有了，啥都看着啥都买，买完了香不好，再看着新的又扔。这豆边是豆哪？我也不知道豆哪，没钱袋儿。这干我自己办，我说住宾馆办啥办？吃的得着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我早上刚吃完饭，才多大一会儿？现在十点多吧。我忙活够呛，他也忙活够呛。哎呀，忙活多好，我溜达，这才溜达，我愿在这地方溜达。那就再搁这待一天，再续一天。那饿狼，我看你，饿狼的豆腐好吃，豆腐。糖尿病不让你吃别的，吃豆腐。中午咱俩找一个好点面馆啥的，完把昨晚那羊肉吃的打手的。又鼓捣啥玩意儿啊？买个绳子。做一挂衣服，这衣服没这么搁，整一下褶。又买把菜刀，还店家说不让我买东西，都是他买的，我一点都没买。那衣服架搁哪？后面丢，不给挂。这衣服天。知道把衣服挂起来挺好。我说拿个小皮鞋、小箱子装。这一天不用出去吃饭了，说够了。都买了，老多吃的，还一天吃不了。这是保温的，冰冻水搞里好了。都有冰了，昨儿搁那给我个袋儿，一会儿搁前面扔垃圾。那有垃圾袋，搁这儿垃圾袋，我告诉你来，这里头，那吃的搁这儿呢，你一伸手就够着，我这儿的后边。这还是九所，昨天晚上在这住一宿，今天我再往哪块去溜达去了，要离开这儿了。后边。这猴哥就往这车往这里开呀，这个小窄道我都心都揪揪着。哎呀，我可开不了，你这手艺好，开车技术高。我这道我是一步不敢走啊。这里是个市场，三斤四块，全是做生意。昨晚咱就溜达这条街，这边是什么房车基地哈？嗯，停车场，开房车的就在这儿休息。还有房车基地挺好的，嗯，有高铁，这个刚成立不长时间。是乐东站绕回来了、嗯、啊，这都房车来源，那个正好拍一下，这乐东的房车基地，有些人搁这常住的，你看还有充电桩、充电站，还晒个被子啥的，真停不少车啊。这个是长，这不用买房了，这是住完就走了。我在那儿，咱们这车也可以停，也可以停，停一天多少钱哈？还洗衣服晾衣服的吗？停一天多少钱？这都是。